吃饱了吗？我去付钱去。哎，我们 AA 吧，你先付，回头我转给你。行。多少钱啊？185，给我85就好了。我猜你肯定没吃饱吧？来，给你这个小船酥。我吃饱了，不用不用。哎呀，你尝尝嘛。那好吧。这个小船酥啊，有南瓜子、巴旦木还有酸奶三种口味呢，好吃吧？嗯，一口下去酥脆可口，真不错。那个我手机和钱包都没带，要不下次给你啊？哦，没关系，那我去打个电话。喂，92.5。